脑子这么多的优点是历史。你安排那个满手和我对练，他简直就跟上了八角机器一样，每天折磨我超过四个小时，他真的是不知道累。哎，我没法理解。他的体力真的挺强，不知道明天的比赛他能不能比得过秀秀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进入那个里那场踢的的确是惊人的。啊，那肯定惊人的，惊人，惊人啊！看到明天表现吧，袁无道并不是只是靠蛮力，也不是苦练就可以了。他的力量，他的优点是力量，可是缺点也是他的蛮力。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再降，可以再降，这样看他对自己来说，慢慢试啊。就今天抛点大抛点球，你还排那个白色的东西，他简直跟上了八。你好，我是欧阳雨薇，我是一名减肥顾问，我帮助过上千位网友通过健康的方法成功减肥。这个是上海的陈姐，生完孩子后体重达到140斤，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，两个月瘦了30斤。这位李小姐现在已经瘦了40多斤，这位邓小姐也成功减肥，一个月瘦了20斤。如果想减肥的朋友，可以加我的 QQ 7999-2762，请记准我的 QQ 号码7999-2762。就跟上了八条机器一样，每天折磨我超过四个小时，我就奇了个怪了，他怎么这样？可能明天表现吧，袁无道并不是只靠蛮力，主要靠苦练就可以。他的优点是力量，可是缺点他依赖于力量。控股这样子，出的好。这个是不是谁的吗？他的优点是力量，可是缺点。他依赖你，我大哥的表情，对啊。这个字写得好漂亮。